傅明明对大家都很好，可是为什么总喜欢板着一张脸呢？做那么多好事还不愿意留名，想不通。哎，可是他到底为什么要退出配音圈？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？与自己热爱的行业告了别，不知道他有多少个夜晚都在独自一个人偷偷哭泣。他的心一定在滴血，他只能自己一个人默默舔舐伤口疗伤。不行，从明天开始，我要好好保护他，让他不再受冷风吹。师父，我一定会向你证明，我这个徒弟可不是白收的。